我是 Quiz Baby 小聪明仔，今晚介绍一款游戏叫做 Normal Adventure。这个什么游戏呢？就是智障的游戏啦。我就是喜欢智障的游戏。OK，我们来 continue 啊，玩到一半了啊，就从我玩到的那一半开始啦。那个什么玩意？哦，被封住了。喂？哦，可以跳上去了，果然我们机智聪明的人。Oh yes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好开门啊！这边一个，就是跳过去可以关门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OK，上啊，重新挑战。我们动到红色的这个球就不会再动了，然后不见了。OK，我就知道你出来了，要不要动这个好？你看我知道它的道理啊，这样你动到一次它就关，动到一次它又开，对吧？第三次它又关回。我们应该是要通过这边过，所以不要动它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去开啊，对啊，你想要么就是我跟你讲，我玩了很久次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会盯着你，然后它追你的时候你跳回去。那照理就会掉下去。OK，一个问号又是陷阱啊！要不要动好？要不要动好？要，不要？要，再动一下。哦，No！我们不要讲出口。OK，再来。会死哦！我跟你讲，玩这个 game，它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我已经玩到差不多要死掉了。这游戏的操作方法大概我都熟悉啊，因为我之前也玩过一个，不然这么只能叫游戏介绍。我去吗？哇哇哇哇！哎，吐血中，好坑爹的游戏！哇，一下子我也死掉了。哦，啊！这谁玩的游戏啊？吓死宝宝了！然后做过这一关，我已经可以回家休息了。会疯的游戏，等一下，是我讲话你笑死了，谁都看到中国人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哎，上哪讲来着？真的白送你了，坑爹的游戏，那垃圾我死了，我不要玩你了。可以今天结束到今天介绍的游戏就到这边可以吗？我不想玩了，前面的关卡都没这样难过，这么这边这样难过。所以，UFO 没有宝藏来的。You got artifacts slice 什么？帽子瓜不厉害。Map two，这里是哈密。我植物大战。
植物大战僵尸吗？是，感觉有点不够力耶，给多一点力好吗？那个 Sunflower 真是不够给力啊，我觉得它不可能这样单纯的一款游戏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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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升钱。No! Oh no. Fail. 讲完咧。升钱升快点。这个游戏有来考我们植物大战啊。快点快点猜一个钱。还没啊？根本杀不死嘛！在侮辱我的智商，你知道吗？See that regret not a penny with real levies a point. 什么意思？一定有玄机啊！不是那么单纯的游戏。救命啊！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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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inally I got my first life, but small sim don't want to give up. Killing the slimes make me feel quiet and soft heart, but I'm not other choice now. 叫你证明给他看你是厉害的，就来证明一下。我们改变战略，中间放两个，因为刚才一连串来很多个。快点快点！快点快点！你是在大龙那个时候放？Oh, I get it. 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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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。最先放猪猪出来。诶？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吗？来、欸、攻爆他，攻爆他！给力，给力，给力，再给力 ！OK， 今天就到这边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游戏介绍。OK， 如果喜欢的话，就 subscribe、like 和 share 啊，拜拜。